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上。那么，我们这几个讲次呢，总结了跟大家讲的，就是打佛七的这个动力诱因，跟打佛七基于这个诱因呢，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人生的状态，然后最后呢，朝向打佛七的目的，我们要更清楚。其实那个目的就是，我临终的时候呢，我最起码最低阶的目的是我临终的正愿要现前，愿我呢临终没有障碍。没有障碍不是没有病，是说有病我也没障碍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我要求的越少，我的机会就越大。你要求，哎呦，没病啊，又没痛啊，又没有人，妨碍我啦。那所有世间的好人都来帮你助念，要求这样，那恐怕就很难了。这样了解吗？但是我如果说好，我要最低一个标准，最低标准就是没有，我不管生不生病，我没有障碍，好，这个是最重要。那这个呢，是求得到的。比如我母亲。我母亲生病啊，然后我上次不讲嘛，那西医中医都不行了，乃至于他就直接给你那个什么麻啡片啊，怎样怎样，这样。啊，其实我们回来根本没放进房间，放进那个金色，在普里的那个金色，然后呢直接就丢在垃圾桶。他说那种东西不要带进房子，他认为那个是毒品，是这样啊，不要带进去。那我唬他，我说：“哎，老菩萨，这样会痛呢。”好，来了，我能叩阿弥陀佛的话，我就听了这话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他出家那时候九年，所以说出家不是久站了，就是他那个信心了。当然，主要的信心是我跟他谈的。我从在家的时候吃饭呐、聊天呐、就一直跟他谈。然后出家，他就是听我两种经啊，一种就是佛七讲开示，就像清凉寺，清凉寺也是我佛七讲开示。那第二种就是。讲戒律，因为这个老尼师那些都是尼师，都年纪有点了啦，没人教，那讲戒律啊，再来就是，讲爱道经，这个他听了两次爱道经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他不喜欢多说话，他觉得对就好了，那样。不过这净土法门我会跟他重复说，那他用的法门就是拜佛，就是我们每次之乡的那个拜佛。那今天灰师傅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心血来潮提早十分钟结束，他自己也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48分多就结束了，没有过这样子的。他这边十多年了，他没有过这样。经常这样，这初老现象已经发生了，这个状态已经这样了。那，这个人就是这样。你看那个等念不也是这样吗？拜完。这个一炷香结束，下一炷香是要拜佛，他不是，他木鱼拿在手里，匆匆忙忙去开门，我一看不对劲，他发生什么事？是这样，要拜佛怎么往外冲呢？我在跟他讲说，这现在是拜佛呢，他才醒过来这样，这人真的会老，人真的会老，没有办法，那就是。我们目的就是临终的时候呢，不要障碍。所以我母亲那个障碍是大的，她一照起来就是六颗在肝里头啊。我们讲肝栓塞，你根本没办法栓塞啊，那很可怕的。那栓塞摔一个就像气球一样，塞一个长两个，那怎么能？我是觉得西医这种做法很难想象，你应该消解嘛。结果他的中医把脉的那天，我没讲到把脉的事。他把脉，他其实有说呢。他说：“你妈妈那个，我讲那位中医了哈，就是写个死字的那位中医。他说在那个平镇，现在年纪很大了，恐怕没看了。他说你妈妈那个根本就不是肝。我现在想，立马帮忙，六颗还不是肝？他说黑的有球是胰脏。你知道我妈妈？”我妈妈就怎么说？我母亲呢、我就法妙师啊，我们有法妙应经会，就纪念他的了，叫法妙应经会。应经会现在缺钱呢、你们要帮帮忙。那想起来，满脑子都钱，糟糕。
那么他叫法妙师父哈，然后他就这样把脉完了，他就说这个哪里是，已经大家话讲开了，所以他就这样一把脉，啊，这跟肝没有关系。那我当然不能说没有啊，哎，我们有照那个断层啊，他就会火大又骂人嘛。那我们已经知道，侬怎样醒了？我们医病之间都知道性，我就像笑笑笑，对啊，啊西医就是造成这个样，你一般人根本就方向弄错。他说是这样，他就不会再骂，他只是一个气氛而已。他说啊，那很可惜。那我说，哎，那不过这样子到底怎样？他说，那我就说，那是不是肝胆相照？那是不是跟胆有关？他说不是，在另外一边的胰脏。幽秋，我母亲马上在旁边听，她都大家都熟了，她在旁边听，才其实第三次而已，不，第二次而已，她就，对啊，我就是幽秋你听，我不是肝你听，你懂意思吗？肝跟幽秋在两边呢，在另外一边呢，胰脏在这里啊，我觉得肝在这里啊，哎，哦，一样在同一边呢，但是她说她感觉痛在上面，幽秋。他是这样，他说那个是那个问题。你看，我很厉害。那他也笑笑的说：“他说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这里有医生啊，不好意思这样讲。但是呢，这个也只能接受人家批评了。”他说：“如果西医如果没有电，就是没眼睛、没耳朵、没手、没什么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搞不好没药了。他现在药都是什么 ？Google 上面都有一种 AI 那个大数据啊。”他就直接给你开中药西药都可以给你开。我有一次去看中医哦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不要讲哪个学校的，大概猜也猜得出来。我就他还是佛教徒的医生哦，那就坐在那等等啊，那我就过去了。我在跟他讲，他脸都没看我，望闻问切不是这样吗？最基本的，他连脸都没看我，他在看什么？他在看电脑。好了，那个。护士那边拿药，我都还没把病讲完，他已经打完了，你懂吗？而且直接连到那里，连到护士那边，直接就护士也不用减药，不用了，他直接就跳出那个，哦，对，他跳出那个药单子出来，你懂意思吗？那更先进的是怎样？更先进自己那个药就弄好，他那个没有，他那是药粉，他就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就你知道吗？那个科学中药有没有一包一包的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像猎鹰一样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哎呦就出来了，咚，带回去。我等两个小时，看病没到20分钟，没到10分钟，搞定。望闻问切，他也没有看我走路的样子啦，脸色什么，好像或许有啦，或许有这样。还有把脉的时候这样，按一下，我这样按一下这样，你说。怎么办？西医、中医，其实这都跟众生的业感有关了。哦啊，我这话没有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，我是说啊，就感觉就是这样，感觉就是这样。好，那那位中医师的话，把脉，他也是把两手，他也会把两手。啊，把脉的时候他会这样子动动动，然后停着，很长哦。你不能跟他讲话，他也不会跟你讲话。那很长，然后再换另外一只手，然后他会想一下，他没有什么医书放在桌上，他没有，他就想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开药。那第一次开药的时候呢，他有水药跟粉药，粉药绝对不是科学中药，是他自己做的粉药，这样听懂吗？我说过的中医有三个核心，就是辨诊，然后呢制药用药，这三个都是很专业。好，那有那。他们这种训练的是一条边，连制药都自己制，自己晒，自己什么九蒸九铺怎么样弄那样的，这嘴巴随便讲讲啊，但是里头都没搞很多。后来我跟他聊起来是这样，哦，是这样。好，哦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就我们这里也有中医有西医了哈，哦。那我是比较中庸啦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看法，我只是说面对这样子，那我母亲这样看了，他就说啊，那个是幽秋，哇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回来的时候，我母亲她就拜佛，拜佛拜了怎么样？被人家抗议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普里那条街哦，那水头里那里哦，大概是两台轿车可以并行，可是
街里很安静，很安静，真的很多出家人喜欢住那里。现在没有了，地震之后就少了啦，但还是有，还是有一两家，还是有两三四家又回来住，那也很近啊。那我母亲早上，她即使这么生病哦，她早上一样是五点起来，她就开始拜佛。那拜佛那个唱的声音啊，整条街都听得到。往生前三个月呢，你看看，所以说他那个靠佛陀的力量啊，那种病这样子的，其实想的都心酸呢、啊。为什么？我是独子，我是被他独领养的嘛，领养是唯一被他领养，但我有点懊悔啦。我当年呢，他还要领养一个隔壁的妹妹了，啊，我就抗议，绝食抗议呢，哇，好严重，不吃。不吃呢？你看那个才五岁而已，我就这么业障重，你看看，就想要独占妈妈的爱，很可怕呢，真的。所以我不会笑你们，我先笑我自己，这很丢脸，但是丢脸公开讲比较好。你们帮我担，你帮我分担一下丢脸的事情，真的是这样，哭了三天哦。我还憋住哦，故意怎么样搞悬疑哦。后来我听到我爹跟我娘就在那讨论说，他发生什么事，怎么会都在那哭，郁郁寡欢，而且躲在那个什么那个衣橱旁边，还装成那样，我都历历在目，现在我都历历在目，不吃，哭，不讲话，耍阴的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是耍阴的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终于三天后终于把我问出来了。你不疼我，你不疼我了，你别转给别妹妹做妹妹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当下就说，别哭了别哭了，那还不简单，那我们就跟他说 close 不要，就本来在办要办那个法律那个领养啊出养那样，不要啊！我妈妈一直跟人家解释啊，解释啊，解释啊，解释通了啊，说没事。所以我太了解了这个情爱打滚，我是风里来浪里去，五岁就是老手了，你懂吗？是这样，太可怕了，临终这样会死人，真的我没骗你。所以一定要保证临终的时候，你的愿心唯一重要的不是这些情爱。不是这些爱恨情仇，不是那些钱财放不下，真的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临终的时候你这样想啊，我的钱财不会给那些不孝儿女拿去，通通在万佛寺，在那里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啊，好满足啊！真的呢，临终你会这样想，你会觉得很满足，你一点都没有担心，已经交棒了。而且将来我死的时候呢，去极乐世界我功德增上，如果没去极乐世界，我凭着那些在万佛寺的柱子啦、树啦、灯啦、佛像啦，只要万佛寺存在了一天，哪怕万佛坏了，那根柱子还在，柱子的功德还在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有一个农夫，他在垦田的时候挖到一根柱子，不一根石头，他就一直要挖它，他越挖越深，哇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就觉得好奇怪，晚上就做梦，梦到个天人跟他讲：“老先生，拜托你不要挖那个柱脚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那个就是你现在那个田地啊，是当年大地震土石流掩埋的，其实那是寺庙的地。你现在跟的地的下方有个寺院，你挖的那个石头呢，其实不是石头，是柱子的顶端。然后他在梦中跟他讲说：“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因为我就是供养那根柱子啊，我升天做天人，我在挖，你们知道？啊，因为你挖就动了啊，动我这个天人的椅子就坐不稳了、啊，我就赶快打开 iPad 看到底谁在弄我的那个福报，一看就是你啊，所以我现在拜托你，可以不要动那根柱子吗？你看。”庙都毁了，柱子还在那里，被土淹着了，他的天人福报还在相续啊！哎呦，投资有哪一种投资比这个更好哦？
我没骗你啦，这个是金律玉像里头有写的，我不能瞎掰啦，只是现在找不到那个出处了，太以前看的，我以前看我都会记得，见公公过去，现公现未记，初老现象，真的我没骗你，这是在金律玉像还是哪里的故事啊？他福报还在，那就是柱墩，柱子都毁了，柱墩不是柱头，柱墩。不是那个头啦，墩啦，就咱这个凸出来那个墩啦，这个是水泥做的，有没有？古代他怕那个木头放在土上会坏掉嘛，他要堆一个石头上去，有没有？那就是柱墩，墩，他就是要挖那一块，挖不动，第二天尿，第二天尿，爱就坐不稳啊，坐不稳了，你看看。庙都毁了，你的功德还在。你想想看，而且分毫不爽，利息照付给你。居作天人不是利息照付给你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哦，那你挖它就是本金要被挖掉了，利息就不稳了。你想想看，哪一种银行这么准的 啊？哪一种银行付利息这么的老实的？只有英国银行，三宝内的英国银行。所以说，你拿这个做支撑，做福报，然后回向极乐世界，千万不要不回向哦，要回向极乐世界，要不你就弄成下一辈子你变成什么，变成什么什么贾伯斯，什么比尔盖茨第二，你会赚很多钱，那这样的话反而被葬。你要回向极乐世界，回向一切众生空成佛道。哦，那功德大到不得了，这样懂吗？不要去享福，不要去享福，哦，是这样。那像有人爱供花，供花哦有两种，供花之后将来下你如果不懂得回向，下辈子你会变成美美的，啊，红颜多薄命，太美了，大家追你就没有自我的感情选择权，因为大家都在追你，所以你供花之后你要怎么回向？回向我未来度众生的人缘特别好，人见人欢喜。不要，你如果不回向，他就自然然的。你不说嘛，你没有选项，你没有打勾选项嘛，那就自然给你怎么样？给你一个预定的，预定的就是下辈子容貌美丽。但不要，我们要把它转成什么？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众生欢喜见我，那这样就不一定要说美丽。是因为我利益众生，众生喜见，这样知道吧？要这样。好，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我念佛的这个最终功夫是这样。但今天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，这个功夫啊，假设你这一次佛期得到了见光见花了，我已经开始讲一位台大的教授的故事了。他就是在我施工的佛期当中见了什么？虚空中见了观音菩萨，给他洒甘露。但后来我们所了解的，因为他也是早年，他也算是公众人，也算在佛门里算有点小活跃。我们后来了解，他对净土法门也没有继续修，没有毁谤了，但也没有继续修，是不是怕人家知道什么？我不清楚。最后到底有没有往生呢？就变成不知道，因为他就变成在净土法门当中的教内呢就没有消息了。我有听说过，说他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在念佛，所以你看看能见的还是这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过去有善根，但是你没有相续。什么叫相续呢？我有一个经验是这样：我出家了，出家的时候我在住山啊，住山的时候呢，当然我曾经你知道我到处会去参学嘛。那住山的时候呢，有人就跟我讲说，有这么一位啊，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净土法门的传承者，他们修千四法，婆瓦法这样子。那婆瓦法在西藏各派都有，但他那一派是红派，红教的，在有他的特殊处。那我呢？哇，我一去哇，都是那些居士啊，没有出家人。厕所你知道用什么做的吗？没有厕所，野战厕所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那个塑胶布啊，塑胶帆布啊，在地上挖个洞，塑胶帆布铺一下，然后
大小便就这样咻滑滑滑滑到一个洞里，男生女生都一样分开这样而已，没有所谓的公共厕所啊，都是叫便当。在普里的这个啊、小平顶那一带啊，有一个厂房，搜查的厂房借他用，人家这样也用。那喇嘛没有吃素了，啊，我们就吃素便当，也没有我们，就是我一个出家人，说啊，谁我都不认识，他们也不认识，以前没有电视啊，没有手机之类，所以谁也不认识谁，这样最好修。那我就什么，我就在那个厢型车里睡了三天，只三天而已哦。我第二天吉祥角就插进去了，那所以他们就讲开顶，开顶完了之后，我就问那个喇嘛，上师啊，就是说，那开顶完了之后怎么办？他说每一年还得再修一次法，然后也在同时再修一次长寿法，不然签四签的太厉害了，就很可能早夭，就签走，因为封不住，没封住这样。他这样讲，然后我后来就稍微跟他聊了一下，因为他看到我是出家人嘛，他就很乐意跟我聊。那时候我还年轻嘛，我跟他聊，我说：“哎，那这样这个法门在藏传佛教这样子的法门，他要当然要做观想的。我到现在还记得有那个护法的观想，那个手脚的样子，还有那个长相都还有，要这样观想，观想你那个本尊就入那个身哈。好，那。”我就问他说：“那这个法门这样修了，在藏传佛教来说，那未来老了，因为你要修长生法、长寿法嘛，让你晚一点往生嘛，不然就太早往生，你不能行菩萨道嘛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那这样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未来是不是这个法修了就能往生呢？”他说：“哦，现在可以，但你应该延长那个生命啊，你那个道的势力会减低。”所以你每个时期还要再专修一段时间，要意念这个法门，不然开顶归开顶，它还是会封回来。他就这样讲。那我说那一般的法门就这样，他说是都这样，所以这个是跟汉传说法一模一样。所以说你看我们看到的案例，就是说他也在佛期，在我施工的佛期当中看过，就看过之后，他后来他还是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怎么样，因为那是什么，那是事项上的，所以你必须是理上再跟上来。为什么是事项上的他会犹豫？不是阿弥陀佛的功力不足，不是，是我们的业力太重，业太重，业太重了，一次的那种事项的感应会随着你一次一次远离那个修行，那世俗见越来越浓重，你就忘失，产生不了那个当时看到的时候，看到瑞相时候所升起的那个强大信心，这样听懂吗？是这样。那你说这样子，那这样的话见光见花，那不是不够吗？你看哦，我们的净土宗，汉地的净土宗，他这样子立的了哈。那个净土宗那个慧远大师，庐山东林慧远大第一位。祖师哦，这是我们排的，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，哦，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啊。那是印光大师后来根据古德好几个系统，那一路把他排，那排他为第一初祖，他就建三次。你看看，要是一次建了就够了，干嘛建三次？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说，当然建越多是越好。哦，他是用观想的，他是观想念佛，他不是持名念佛。慧远大师是观想念佛，可是呢，哎。他还是一样继续用功，所以记得我们佛期第一个强心针就是愿见阿弥陀佛、观音四字清净海众，乃至于彼世界中清净庄严相，这是没问题。见了之后，就像强心针一样打了一个很大的强心针，因为我必须要这样讲，以后的人才不会放逸。就是见了之后，你更要保任，懂吗？保护这样子的一个。任运升起信心的这个功德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能得到宝珠，你是得到，可是不要再让它掉在地上被收走。所以有见到，你也不一定要跟任何人讲，私下要问我可以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有人会私下问我了。我们的佛期是有人会看到，那私下会问我，我都会说，看起来不错，你这几天你再做看看。
那他要回去了，或者是没再来了，我都会提醒他。那有时候这次的疫情他没办法来，我都会提醒他，有因缘了，你就不要失去，你一定要把他功课做准了，才能守护住这样子的一个很难得的。那你守护得住临终，真的才是真的就是没问题，这样了解吗？就若一日乃至七日。因为你有那个信心呢、啊，你亲见过啊，你又一直跟他保持联系呀、啊，这样了解吗？保持联系，我跟你讲，朋友再久再好，不联系还是会淡化的。那何况阿弥陀佛，你才这么，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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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电死火光的，这样见过一次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保证一辈子没事儿，没有，就我刚刚那个，一个是临床的这位居士，这位教授，一位是我自己去问那个喇嘛，他们的看法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就是说你必须常常含勇。所以说佛七，就算你见了光见的话，你还是应该要常常打佛七，因为这是你得利益的方式嘛，对不对？能够得利益，你就更要常回来打。我们道场是有的、哦，那所以说要常常这样，啊，没有没有，你不用怕，有人有啊，啊，你就不用怕，这个方法一定可以，而且我们越说越深入，像这一次跟你们讲到那个观想，有没有？忏公很在意观想，他特别要在意观想那个阿弥陀佛。其实你看看十六观经就是观想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净土三经中的十六观经，三分之一，而且是很重要的，讲到四心是我佛，四心是佛的，就是在观经里。智者大师解净土法门，不解另外两部，叫做解观经，就是观想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作佛，这是今天拜佛的时候没讲，还没讲到那一块。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，现在要怎么转换心。所以这种长期的这样观加强，那这个观当中呢，有辅助的，辅助就是什么？修诸种种供养，就今天讲的那个拜佛的供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还有供养、观想供养，我说过供养分两种，实体的供养也要做，了解吗？好、哦，那么实体的供养当然花香、灯烛、果月啦，这些都可以，乃至于你用金钱，你参加什么？梁皇忏啊，怎样都是回向极乐世界。你看我们送法华经回向极乐世界，我们拜法华忏回向极乐世界，都一样，目标一样。但是呢，综合的什么呢？助缘呢，是不同的助缘，把你用不同的角度顶上更接近净土法门的位置。你比如说我做供养，那我就不兼贪；我做忏悔，我就不造业。我持戒，我就不做心罪，这不能互相取代的，了解吗？因为病有多种，药有多种，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以前人家请你说拜梁皇忏，为什么你都不拜？那这次为什么拜？”我有两套说法，一套就是所谓的众生福报薄，那么过去台湾还有一些福报，现在福报弱，然后呢，大家呢？乐意为自己消业障，为自己的家庭事业消业障，那时机越不好，我们越应该要以修行的功德来分享，来带领给居士。所以态度有更扩大，看到的景象不同，不是说我心里有什么转变，不是，这第一种。第二种其实就是念佛，很多念佛人他甚至连好好念佛的福报都没有了，了解意思吗？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福报被他享尽，啊，他呢执理废事，他说啊，一句佛号就好，一句佛号就好，那对大修行人，我们应该要多元的修各种善业来支撑。印光大师说，那叫做配吃饭要配菜，念佛是吃饭，你的持咒啦、修福啦，这是配菜。现在其实讲起来，应该是说主轴的修行。容易被障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离三界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离三界那个鬼神不舒服啊。那有的鬼神就是你过去的冤亲债主，乃至于亲戚啊，
他爱你恨你讨厌你，希望你留着陪他，哦，希望陪你，你不让你走啊，所以你就会障碍，疾病啦，修行啦，听闻佛法啦，思想啦，都会各种障碍，所以你要印经修福报忏悔。那忏悔的话，平常说拜法华三昧忏 OK， 那我们梁皇忏就是有仪式有供养，哦，有那个供养让你感觉哦很慎重，那也过堂吃饭。我们有一位法师说啊，我们有法师说，他说过堂吃饭最庄严啊，拿这个最庄严的供养居士最好啊，吃圆桌反而散心杂话，你要修功德给他们，就这样一路这样修不是更好。嗯，我想想也对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那所以说这样子呢来辅助，所以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长期用功，你见光见花了还要保任，然后再修福报，哇，合在一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一世最好就能走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间越来越可怕了，人工智慧一出来之后，人类的生活是越来越变样了，再加上这个冠状病毒之后啊，这整个世界啊，这经济都在大变化，人的生活样态都改变。你当然或许也不是差了，但我们这边揉来揉去的，我们很难适应，所以最好是这一世能够走，要发这个心。那发现这样的话，就要各种善法都来支撑，这样了解吗？这个就是我们佛期，不只是佛期，佛期要延伸它的未来。好，这个呢本来是要在最后一天讲了，我在想要结束这个单元了，那这个单元就叫做佛期的劝修，以及佛期怎么修怎么发心。每一次的佛期都会有这种单元一半，那另外一半就是解经解文，这样 让大家能够，哦，这个都得利益这样，哦，那么基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解文。解什么文呢？我们上一个佛期解文解在哪里？解在最后一阶段，什么呢？净土十三祖在那一段。那净土十三祖上一个讲次呢，我们说第一单元我们结束了，哦，那这个第二单元进入就在解这个文了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佛期最后一天有那个大回向，还要加上离祖，哎，离祖的那一部分，我们讲到那一部分啊，116的样子啊，118出祖庐山东林慧远，远公大师，远公就是慧远的远啊，好，啊，不敢直称慧远，所以就用远公大师，这样听懂吗？啊，是这样，啊，就是不敢称他的全名这样子啊，华人社会上是这样子啊，表示尊重。那我们上一个讲次呢，回忆一下，上个讲次主要的提的是。这个净土，这个十三祖啊，十三位祖师，他是怎么个出现安排的？你比如像天台宗的祖师，没什么好说。除了前面三位呢是我们加进去以外，后面的从智者大师以后，不是从慧文大师开始。慧文大师之前的鸠摩罗什大师啦，或者是龙树菩萨，或许真的就你不能称他叫天台宗祖师，或许有人说啊，这不用称，那个是大家共主，但那是共主，共同的祖师，开显大乘，特别是般若大乘啊，那么我们天台宗会尊称他，尊他。之后呢，从慧文大师、慧思大师到智者大师。完成了天台宗主要的理论跟修行方式，主要在这里的完成。到了张安大师叫做资料的整理，到了九祖呢，这个湛然大师呢叫做发扬中心发扬，这差不多。那也同时成在中国佛教汉传佛教当中成立了所谓天台宗，是湛然大师到九祖哦。九祖以前都没有所谓天台宗的概念，就是天台禅师的佛法思想是各宗共用，
所以为什么天台宗影响汉传佛教这么大，就是因为它一直到唐中叶以前都是大家共用的一种参考的思想，因为它说理清晰，它整理过去大家觉得会对立的教说，它把它整理到不对立。再来，它通禅、通净土、通戒律，它也解戒律，天台智者大师也解菩萨戒，然后呢，他也劝人念佛，有净土十一论，啊，我们有同学写那个论文，净土十一论，啊，然后呢，他本身就是参禅，啊，他那个禅法呢，可以是如来禅，也可以是祖师禅，他是综合型的，有人说那叫如来禅，其实到了一心原教一心三观的后端修行的时候，那是离心意识禅的，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你看他通禅通教，他本身就是教，他又影响了禅，然后呢又教，然后呢又影响了华严教法，又提倡念佛，又影响了净土教法，又提倡了菩萨戒。你知道汉传佛教传菩萨戒的仪轨，就是慧思大师造的，天台宗祖师。你要知道是这样，好，然后呢讲空假中三谛圆融，把印度佛教的空中跟有中能够综合的，也是从慧思大师开始，然后天台大师把它完成。当然有人觉得不需要了，那不需要是他的，我们也尊重，但在我们华人，我们天台宗看法就是把它综合了，用中道见把它综合了。所以日本人很骄傲，他说日本的文化呢，如果说继承于汉传文化、唐朝的文化的话，唐朝文化当中如果拿掉了天台宗，日本文化今天剩下不到三分之一。有日本文化学者讲过这种话，我忘记是谁了，讲过这种话。日本其实处处都是天台宗的影子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讲解教理，讲我们来了解天台宗，它顺序上他祖师传承哦，基本上没有断，没有断。所以我传到我这里，传到46代，基本上代代都是很清晰的。虽然有些看法上有人认为我们是这个，我们是那个，但基本还是传承的。但净土宗没有这样。净土宗呢是这样，提倡念佛，主张修行念佛法门，无论是观想念佛、参就的念佛，或者是观相念佛，或者持名念佛，参就念佛就实相念佛了啊。这样子呢，我有一篇论文呢，叫做《实相念佛与持名念佛的统一》。好，现在有同学，有台大同学在国外，他常常一篇一篇的帮他揭露出来流通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在网络上也有啊。那这个部分呢，都被祖师所接受。所以说呢，你看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，他其实是观想念佛，他是修波州三昧的，用观想的。还有呢，观相就造一尊像，特别观他。比如说还有观什么？观极乐世界经变图，就把极乐世界画出来，我去观他。这样，那么这样子的观呢，最标准的观想，那就是16观经。16观经里头，首先是落日观。落日是什么概念？落日就是一天的歇息。啊，落日你是敢正眼看他的啊？时间到了啊，正眼看他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人生到了老年的时候，你要正眼看他，心要歇息。所以先修落日观，心就息下来。那后面还有好多好多，但我们暂且不表。我说这就是观想念佛。那么我们的初祖是修观想念佛，但是后来新初我们都不主张了。不要说不主张，我们说没有那么建议。我们建议你持名念佛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好。那么我们先上到这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来大回向。